我们的吗？10:48。那只能顶个5分钟的。现在很粉呢、欸。一定都会进去的。周世廷，你给我这样子套着。周世廷，先套进去，然后再抓。你那边掉血站，我等下没捡到，太麻烦。他有套吗？有。吃饭了，他没有位置。
来的早。这里面很赚吗？很赚，不赚钱。你们要走哪边？去右边呐、啊。这样雪下那么大，比较粉的，会比较慢，比较不会呱呱呱，比较不会那么恐怖的。对啊，雪变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时候应该要上去才比较好。要一起来。比昨天好滑很多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保证。你看，几乎动不了。你自己往前滑滑看，你滑得动再说。全都过来了，你自己往前滑，你用力，你看你滑得动吗？慢到你都滑不动，我跟你讲。要先踢，不踢不能穿，一定要踢。踢鞋头，踢鞋底，鞋跟也要踢，都没踢对啊，你都没踢到，要踢鞋底，然后踢完又踩一下，没有用啊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分离暂停，先跟我一样，叉好，稳住身体，拉宽一点，稳住，稳住，脚抬起来，脚右脚抬起来，是不是很稳？踢，踢鞋头的下面，再踢鞋跟的下面，鞋跟也踢哦。没有，全都满的，你踢完又踩地上的话是没有用的。抬高高就好。踢完以后站不稳，你只能站雪板上。你现在下面都是雪，不准穿。你现在穿不下去。你这样抬高，给小心把你吐，这样抬高。不要帮他吐，不然他永远都学不会。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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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放放放。Bentley， 看我，看我，来先插住。没有没有，插近一点，插近一点。哎，然后只要抬脚就好，看我，看我，抬脚就好，抬右脚，站得起来吗？站起来，抬高，可以吗？然后你现在放下的时候要站在雪板上哦，不准放雪地，好。现在不行。好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在雪板上，好，好，你现在先休息一下，接着等一下次抬脚没有，你现在没办法穿。等一下你抬脚的时候，等一下你抬脚的时候，靠下面去摩擦鞋底，去摩擦后面跟前面。好，开始摩擦摩擦。好好，站不稳的时候赶快踩回来，休息，站不稳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站近一点，这样比较好站。好，抬起来，踢踢踢。踢这里，踢这里，踢这里，脚底摩擦它，前后，前后，用力踢，敲敲敲，好，站不稳了，站不稳了，来，赶快站回去休息，站回去，好，再踢，再踢，踢踢，我帮你固定这只脚，你现在站得稳了，好，还没，你来，还没，你啊，你现在的头啊，头上，你现在的下面这里啊，都是血。然后没办法用刮的。踢这里，脚尖这里。哦，你啊，一只脚会一直前进，所以你才没办法出力。我帮你固定住了。踢，踢踢看。先踢，你还有。好，这里可以，你踢得很好，这一次踢得很好，多踢几下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快掉了。好，你刚还有头的地方也敲一敲。还没。头的地方，休息呢。好，休息就好，休息。等一下，瞄准头的下面，踢踢踢，头的下面，踢踢踢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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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踢好了。啊，赶快回去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边没有，你这边没有。然后接着是鞋，没有。这次是鞋跟，这次踢鞋跟。好好好，踢踢踢，好。这样踢过几次以后啊，
这边都是血，你这边脚跟也没对准。这样踢椅子是哦，你看你的这前面是不是进得去了？接着看鞋跟，不准踩雪地哦，踩雪地的话又要重踢了。好好好，可以，再回来。好，脚跟踩进去。你脚跟没对准。好。好。来来来，你先休息，然后 Ferry 帮他把后面往内弄就好了。啊？后面往内弄才行。好，你上来脚，好了。你后脚跟抬起来看看，右脚后脚跟可以了，好好可以了。以后你帮他固定这只脚，他才有办法做这些事。那已经走了，那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一起走啊！我们要下去了。很慢啊，你现在滑都滑不下去，慢到不行。去缆车站吗？太慢了，我左边，你右边。你刚刚要踢好多次，就是因为你饭吃不够多，力气不够，又要一直停下来休息。记住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已经到山顶了，他们先上去了。过来了，阿里嘎多。嘿咻，抓住棒棒。有没有比昨天多很多？你看这么多，这么多。你不动的话，它就会盖住你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就会有好多很多。你看这里有好多，等坐到山顶就会这么多，大概这么多。
你看山上有没有啾啾？找得到吗？等一下，搞不好等一下就看到了。你说你要学雪板啊？对。你知道哪一天要上课吗？不知道。哪一天啊？那你知道我们昨天滑过哪些地方吗？不知道。你上课的地方可能会不一样，比今天简单哦。因为一开始学一定是从最简单的开始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，你就变成要从头来一次，要从头学。你看我已经这么多了，然后椅子上这么多了，像盐吗？嗯，像盐巴吗？还好。对，好像有盐一直撒在上面。现在我会下雨。不知道，有可能会像跟现在一样，就是如果天气很冷的话，它下下来就变成这样。那天气要是不够冷的话，它才会变成下雨。因为太冷了，水就变成这样，它结冰了，结成很小很小的冰。然后你看这里好像要融化了，冰融化就会变成水。之后有要搭缆车回去还是滑下去？我们会搭缆车回去啊，搭那个箱子的，坐在有座位在里面那一种。上山的？对啊，坐上山的下山去，因为那样子很快。你看这么多的，这么多，好，走了，往前走，往左边转。来了吗？还没。我们先去前面，等好了。
来跟我，跟着我，跟我一起啊。好了，在这里等他们吧。你看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不会啦，来，我们来这里。有啊。很轻松啦，看不到，重点是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也只看下面，你又不会管看得到看不到，你都只会看前面啊，好得很。你要先走啊，你带你妈妈好啊，你们两个一起好啊，你们两个一样的啊，你要绕 S 绕妈妈跟哦 ，S 的哦，没有，你们两个。走了，你走了，妈妈就会跟了。我不能跟你太近啊，因为我会痛啊。不会啦，这里粉粉的，你就慢慢的转，慢慢的滑就好。没关系啊，比昨天好滑，因为很粉。你转一圈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很安全？很粉啊，很粉。那再转下一圈就好了。很安全，很安全。好了，慢慢下吧。这还看得到啊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啊，各滑各的就可以了，其实都很安全的、啊。是翻板在害怕，没人在他前面滑。我去滑他前面好了。范范，等一下我滑你前面哦，这样子你就会变快一点点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跟他会卡在一起。没有，因为他前面没人带他会害怕滑比较慢。好的，这个今天还好，我觉得。我本来就这样跟你讲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滑吧。没关系啊，啊摔又不会痛。对啊，我就说雪很大，很安全啊。好，我们要走了。来，粉粉来，我们去这边，我们去前面，我们要转弯了，转，转，我去前面，我们要转弯了，转，转过来了，哦哦哦，转下一个弯了，转，转转转转转。转下个弯了，转。来来来，转转转，来转。
去右边。好，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往左边，往左边。然后看爸爸，看爸爸。我们停下来看他们。是不是要来这里滑比较好滑？这时候你去滑绿线，你就很痛苦。对，今天一整天滑这里，这里雪这么大，这里很好滑。这边比那边好滑，而且人又少。这边人好多，然后又好。对啊。今天很好滑。好滑。因为雪积了五公分了，所以都很轻松了。好，那你跟好哦，你要我跟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各自滑了，很轻松啊，自己练，自习练习。往下，往下，往左，往左，往下，往下，往右，往右，往下，往下，往左，往左，往下，往右，往斜下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咦，嘿，嘿，我们遇到人了。往下，往左，往下，往右，哦，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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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转弯，转，哦，来，慢慢慢慢，变慢了，来，转弯。前进前进，往前好远哦，往前好远哦，可以滑好远哦。好，要转弯了，转弯，转。哦，往前跑，很远呢，很远呢，都不用推，可以往前好远哦。来转个弯。哦，跑好远，跑好远。哦，完全不用滑，好远哦，好远哦。来转弯，哦，可以滑好远哦，都不用推，好舒服啊、哦！转弯，哦，好远好远，好远哦！好了，停住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像飞弹一样冲过去，我们来，哎。来做飞弹准备动作，哎，可以吗？这样子，来，我、啊，你看我、啊，板子转过来了，转过来，撑住，撑住，准备，发射！对啊，这边比那边好一百倍。然后我刚刚的就是基本动作练习一支，重点就只有踩三下脚而已，还有就是不要急着弯，滑远一点。那滑远一点就慢下来了嘛，再转下个弯。今天完全没有觉得抖哎、欸，一模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待会可以。尽量再把脚。你今天下午滑完，你就变平行的了。最好。没有，一定会变平行，因为你已经学过了。会这样，因为用手套我也常中招。对啊。后来我不敢伸太前面，我缩短一点，不然要提早感应。对啊。
啊，万一感应到了，你就把手定在那，他就不会推你。哦。你就手一直挤在那里，不离开。不会，那时候因为你今天练过了，所以你的姿势变好了，你也不会怕了。我今天觉得恐怖，因为看不见。我就说你只看前面脚下，你哪会管那么多？停下！来六，他冲过来了吗？撞到脚。那你有撞到脚吗？对啊，你就撞到。那不然等一下我停在你后面一点点，你就不会被撞到。我现在被撞到差点没有撞了。有吗？然后开开。是啊。我是我撞到前面。什么时候？第一天第一天都是滑行的，这个缆车比较痛，它会撞你的脚。来找舅舅看他在哪里。欸，那个是谁？那舅舅那个是吗？舅舅是吗？对啊。看到他了，你要无线电才行啊。他已经走掉了。那我等一下快一点可以吗？我刚刚带你这样子可以抽好远好远，那样子就会平行，那个是比较厉害的滑法。风筝比较好，比较快。对啊。你等一下快点，而且你看那冲冲冲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不用推了？这样手比较轻松哎。所以我们就转个弯冲一下，转个弯冲一下。应该追不到他们。啊？应该追不到他们。嗯，因为他们有没有在缆车？嗯，对啊，等一下变成他们坐缆车，我们滑下来，然后他们叫我们也听不到。找到一个洞，然后看到毛毛的东西。有吗？多大一只？这种毛毛的东西跟我们不是一样。不是动物、啊，是毛毛。然后红线，然后那个缆车很快就停。来偷看后面，有没有看到他们？有。来，你投进来一点，我们去偷看他们。好，对准按，来，对准按，好，一次拍到四个人了。这里没有黑线吗？有啊，但是因为雪太少，所以黑线就没有开。多，一直下。那个工作人员工作的扫那个都扫超多。他帮你扫开，你看那边，就是每个椅子都是中间一条。那种不是中间一条，就是一个人坐。你看这几人坐？两人。这个嘞？两人。这个嘞？两人坐。这个嘞？两人坐，你看都两人呢，刚刚怎么只有一个人？这都两人呢，这一个人的了，两个人的比一个人的多。好了，来找动物啊。这个时候看不到东西，他们才敢跑出来。
而且雪会把他们的脚印都盖掉，所以你就看不到脚印了。你可以左看右看。尾巴，尾巴有多长啊？嗯，哦，好大。好了，准备下车，冲啊！往前冲！来来来，哎，很雾啊！大家都一样速度啊！妈妈，你不要跟进去跟太近，怕你撞到。
上来都。好快啊！很快。不是我的意思，不管。一下就到底了，对吧？花下来好快，一下就到了。对啊，躲一下就回来。所以刚那个速度是会不会嫌太慢？不会，不会，觉得很好。那又再加一点速好了。什么？都这样很快。刚刚有很快吗？还好。还好。因为再快的话，再快的话有可能停不下来。所以我们就普通快，然后习惯了就会越来越快。还是算粉雪。就松松的，粉不粉我不知道，算吧。所以一样的一个雪场，依照雪的状况不同，难度不一样。那有的人这种状况跑去冲黑线，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你说啥？因为他们卡在一起啊，反正他们进去以后就会在一起了。你看他们在一起。这样就一边一个啦。他们在哪里呢？我坐在缆车上，我刚好。对啊。他们应该要来这里了吧？拉下来了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先不要出力，我看看你跑到哪里去。你要抬右脚就好了，右脚吗？好了，可以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。谢谢。你来，我帮你拿。你要套好，再抓住它，要怎么套？这样了，好了，这样会掉，这样吗？这样会不会掉？很这样就不会掉。小心他们。我这样抓也不会掉。喂，把线抓在里面，好像就不会掉了。但是我看到这里有人掉，他的鞋掉。你看这里有人掉东西耶。那是什么？黑黑的是什么？鞋子，手套。有人掉手套哎、欸。啊，就是看到有人掉鞋掉，在这。哦。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把它埋起来。埋起来，那不就找不到了吗？然后那美国人就骂他。然后，可是他已经跑很远。嗯。可是一下就溜走。挖雪票，挖那埋在哪里？那已经拿走了，我也忘记了。嗯，在这里掉。嗯，有点想尿尿。这个最多只能拖两人。对啊，这个缆车就叫两人缆车。因为它名字就叫两人缆车，所以也只能坐两个人。
里只会有兔子，还有什么？这里会有熊吗？应该没有。不过我们上次去的地方好像有熊哎、欸，还有猴子。猴子。听说有人看到猴子。我们在坐车子的时候也看到猴子，一个猴子妈妈带着小孩子，他跳到车顶。这个车顶？不是，我们在坐汽车的时候看到猴子，然后他就跳到另外一台车的顶上。他那个舅舅有拍到照片，你等一下问他。那开车的人会吓到？没有，他是跳到停在路边的车子，然后我们是在跑的车子，我们都。舅舅在叫。绝招，我们再去接他吧。绝招应该很蛮久的。没有吧？这需要几条的？我问一下。我网路不好。Hello， 你们在哪里？怎么不回话？我们在住人。我们都在缆车上，已经快到山顶了。大家都没听到，好了，哦，糟糕，糟糕！我到了，我到了。来，去前面，去前面，去前面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啊，你们声音有没有转最大？没听到。我有听到，可是没有很响。他问我们在哪里啊？我有听到你回他、啊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还是继续走吧。是吗？啊，我还听到前一句到底在讲什么。可以听回溯吗？有回溯啊。啊，真的、哦。啊，我这还是绿的，我们现在是要滑绿的。红的啊，最上面的红线啊。回溯一下。哎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要一起上去咯。我啊，你们人在哪里啊？好了，你们在哪里？怎么不回话？好了，有回过了，走吧。他为什么没有听到？我刚刚在回溯啊，已经他们去滑绿了。好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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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我知道就好了，继续滑。好，这样是绿线，红线比较好。红线比较好滑，我也看。我加一。人呢？有看到人吗？来，这一次 Angie 带 Bentley 滑，我带 Barry 滑。你们先走。我第一个 ，Barry 第二个。不行啊，他不能在最后面，他跟 Barry 好了。是哦。只要有人看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
那你第三个 ，NG 第四个。好。Berry 跟我。好。我要这次用 Berry 的速度，就是绕很大的弯这样。斑斑，你不要跟太近。先跟我一样这样。也还好吧，可以吗？这样，先习惯这件事情。转弯就是要练这招。哦，就是身体感往下这样压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啊。没有正下，正垂直的。不行。可以啊。那你转啊。哦，你说转下来会滑下？跟我一样啊，跟我一样啊。我的板子会往下。没有啊，你顶住不就不会了吗？一模一样的嘛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要往右转啊。好。这次练左脚。出发了，一二三，抬。换脚。只能练四个弯，没了，只练了四个。对啊，就只是练这个而已啊，每一下子。然后那个时候是强迫自己朝正下方了，就是大部分的人的问题是转的时候就是，喂，就转过来了，然后就是练习朝下久一点而已。那这里很平，可以朝下更久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转弯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转弯。哦，我白茫茫偷鸟哈，偷鸟哈，哎呀，不会啦，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啊，这边比较低，这边比较高，所以可以练习往右转，可以转很远，转到它自然停下来，那个时候不会偷转。停下来，有办法停下来吗？可以吧？来，练习往右转，要转很久，转喽。停得下来吗？可以。好了，又要垂直冲了。喂，练习冲冲冲冲冲。
什么？我洗刮就到了。对啊，刮没几下，说要练习，其实也练不了几下。他说他们去滑绿线了，但是绿线应该比较难滑，因为而且动不了，坡度不够，动不大动。好，好啊，都可以啊。他嫌我太慢，嫌他司机。我们去。你怎么走这一道？有可能哦，好多雪，好多雪，全都是雪。You're broken it, Tom. How? They found you. Not going back to there.行，好了。哦，来，放我放放过来。你后面有好多雪啊！我要拍你，拍拍拍拍拍拍。你有觉得脖子冰冰的吗？没有。你的头套保护你了，所以不会觉得冰冰的。那什么？什么东西那么大？那是雪球吧？它滚下去了。哦，被捡走了。对啊，掉的人自己捡走了。我记得那个人是那个从事，他是做人事，然后掉下来。他一定是在抓的时候，他幸好掉在这里。他要是掉在上面的话，他要钻进去很难的。不要去通往绿线的那里。可以啊。红线这里也蛮好滑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边多多练习。你他回，他在，他回来就让我们练练练练。我们在绿
线缆车快到山顶了，我们就会过去红线的，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预定等一下12:20到30就去吃午饭吧。现在时间是11:50。好多雪哦，看这里，等一下有这么多。我这里也是。滑雪比较好玩，还是手机比较好玩？滑雪。我每年都等着要来玩滑雪，因为滑雪比较好玩。休息的时候你最喜欢玩运动？没有，休息的时候我会吃多一点，滑雪有力气，然后才开始玩。然后玩一玩，觉得好像身体有力气，就赶快去滑雪。我会注意时间，这样可以花比较多一点。不然我玩电动玩到忘记了，我就滑不到了。有人滑雪很像兔子跳，那个是以前的滑雪基本动作，那个是很厉害的人才会的。你看，这里尖起来了，变成一个雪山了。你去到那里就，我们这里，尖起来的比较高哎。中间一个雪山，你看这里有一堆人要来偷滑这里，他们偷偷来的。ただいま安全確認のため急停止しております。しばらくそのまま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大家请稍等。好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好，我们要下去喽。等一下，嘿，准备，出发。去下面等好了。
一样啦，都一样，只是前面都没人啦、啊、那、啊、所以你就觉得看不见。你看有啦，在那，在那。有要等啊、喔？要等吗？其实不用吧，我们就预定20分吃饭之类的，划个两趟也差不多。所以我滑前面啊，就让你们有人可以看，不是要你们跟，只是让你们觉得不误这样。对啊，没有误就好了。老板，你不要跟太近哦。人很多哎、不会倒的啦，你们会顶住啊。哇，我怎么看不到缆车在哪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先滑到那个人的地方好了。对啊，好，前面啦、啊。Why are you yelling at me?
好了，坐好。哎呦，来了，习惯了。哦，我真的想尿尿了。刚刚我喝了一杯红茶，超级想尿尿。我现在尿。我看现在几点？12:01。现在在哪里？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又在红车缆车。红线缆车上了，然后我这一趟我要滑去绿线，然后坐缆车去餐厅，因为我很想尿尿。那你们可以多滑一轮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们预定12:20-12:30之间就去吃饭。我去绿线那里很好。我等一下我要走这边。不知道路好还是怎么？雾雾的呢。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一堆人在那边排队，排队就人好多，而且餐厅不知道会不会一大堆人，应该会。可是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出去的超多人都进来，所以他们应该那时候进去，现在就会想出来了吧。对，现在去了，然后有点，现在几点？现在12:03。几点要进去？应该12:20-12:30我们就要去吃饭。我想尿尿，所以我要赶快去尿尿。哦，有人偷滑这里，有人跑过来了。不知道登记，我不得要去接你。哦，好大颗哦！啊，你看这雪是不是变大颗了？哦，没看到。变粗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快变跟米粒一样大了。停止。怎么那么大颗啊？一颗应该就。好多。对不起啊。因为中间可能有其他人摔倒还是怎样，他要坐缆车的时候，因为这缆车太快了，他撞到还是吓到。我上次也有一次撞到啊，就撞到前面，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停下。好多、哦。整路都没有把那个拉下。嗯，有的时候我也没拉。
就是不要乱动就好了。你要被埋起来了，你都是雪了。那一小时躺在一个地方，那就找不到人了啦。你一下到那里起来，好多。看这里，雨很多啊，完全看不到黑色的。好，要下车，准备。好，哟呼！尿尿尿！好想尿哦，喝了一杯，好想尿。那你跟爸爸，你跟爸爸，我跟妈妈，因为我们是要去尿尿的。你也要尿尿吗？一起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一起去好了。哦，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夸张哦！昨天雪挡不住，今天雪挡不住。我起床了。
这边 Angie 刚刚有人撞断他的雪杖。You may ask him for Facebook or anything. Maybe later we can, if we be charged, then we can get money.OK， 所以呢，就是能相信他，然后喂，那个就留了对方的 Facebook， 然后我们就走了。万一要赔钱的话，再请他啦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还在红线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往下滑了。这样，那你们有站，你们就继续站位置吗？那我们就要去啦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要走了。OK， 好、啊。还好我没事。棒棒代替你，感谢他。你要棒棒吗？不用不用，我 OK。好，走了。好了，没人了啦，我们继续找我们的，走咯。
你们可以往下面一点没有关系，就是可以稍微朝下面一点，越靠你们的右边又越好，越靠右边越好。对对对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继续往那边黄色柱子的左，黄色两个黄色柱子中间。好啦。来来来，刹车刹车，好了，等他们。你很热闹好了，接下来是可以直冲的，没有关系，直冲往右转。好，我那我就直冲了。对，不冲不冲的话，可能就要推了。看到了，往前继续没关系，继续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
我们才刚到绿线缆车的下面，正在排队准备坐缆车。你要坐它重一点啊！就好不好？是我自己把我的杆子坐过。管他的。这个是慢的，就很安全了。
多好多。你这样看前面会不会觉得好像在下雨？嗯，但是其实是冰块。对啊，他在开车，这很酷耶。为什么这个比滑雪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有个车头。我就是看到一个那个他你戴的面具，然后像魔鬼一样穿在黑色中间。那是就一个电漫画的电影的一个鬼，然后就戴上面具吧，然后那个披风的是，那是黑色导光。好多好多，今天比昨天简单，对不对？他们还帮我们占位置，就是。不知道有没有办法，但很多人对啊，那根本不好意思啊，可是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走这么远来不及。很多人，而且你看那么这么窄，所以你很可能撞到人家。这个对象，可是上面比较雾吗？刚刚红线比较雾。红线都完全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点。那这样就不会飞走。对。你看这两个人，Hello. 他们互相拉来拉去。哦，又摔倒了。这就是单板哦，刚学的时候很容易一直坐下来，一直坐下。而且摔倒的时候会翻一圈，比较难。上面有一个人一直击响，然后整个都跟马达一样。他怎样？他就一直击响。嗯，因为还不习惯了。我觉得红线也有看到他，也是一直击的。等到习惯了才有办法用别的方法。你要冲下去。等一下要走，你看像那个人冲过去。就是不刹车用冲的才有办法到产品。
进去之前先用力的互相拍一拍啊，身上都是，全都是哎。哎，我看到啾啾的了，啾啾在这里哎。不会，就维持一种同样的感觉而已。就不弄干的话，就是湿湿的。哎呀，还没有关。